如果 Vogue 是一部电影，如果 Vogue 是一个城市的话，如果 Vogue 是觉得它会是纽约一间餐厅甜点店的话，是 Bad Guy 当哈利遇上莎莉。Vogue 是电影就是 Devil Wears Prada， 这跟真实的情况太像了，一模一样。应该是一间高级餐厅，有不同前菜、不同红酒单、不同白酒单。很难说它是红酒还是 tequila， 红酒要慢慢品尝，然后越喝越醉，但是 tequila 那个 shot 的那个冲击，时不时就给大家惊喜，因为你每个月都要去一次，然后看一次 Vogue， 然后会让人回味无穷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。因为来到时尚界，没有遇到 Vogue 等于没有接触过时尚界。然后在不同的时期，你回头再看它的时候，你会有不同的体悟。我觉得 Vogue 是跟着世代在转变的经典。